三、二，看电影儿。我还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创意。我学生快到期了，带你蹭一次半价电影票。这也行。你好，最近的场子，两张学生票。这位也是学生吗？当然，她我学姐，也是我女朋友。好的。这也太幼稚了，来都来了。三、二，合适吗？合适。钱可不是白占的，是要付出代价。亏我也是绝对不会吃的。这是哪儿啊？我家。你家？你疯了吧？你家这么大呢，是不是很多人啊？他们都没在家吧？我家里人非常多，而且这个点他们都在家呀。那你是不是疯了？我走。哎，别，走了。那被他们发现怎么办？那就当见家长。什么呀？喂，这谁呀？没关系，躲我身后。怎么办？走了，那是我奶奶。没关系，她在睡午觉。你小点声。哎，你的房间在哪儿？你要去我房间？废话，不去你房间去哪儿？我房间很私密的，你确定要去吗？我本来只是想带你去客厅坐坐的，但你如果要坚持的话，我也不好拒绝。讨厌。小心台阶。嗯？袁熙今天没上班吗？对，今天周末没上班。哦，对，你看我这一天迷迷糊糊的。阿叔没去工厂。去什么去啊？跟你大舅小叔在上面打麻将呢。嗯，我这不是给他们送水果吗？你要不要上去看看？你姐也在上面呢。今天啊，就他手气好，就他一个人赢。我就不去玩了，我不会玩那个。那行，那你忙啊。好，我上去了。好了，舅妈。你家人还真多。这是你房间啊？嗯。坐那儿不怕一会儿掉下去吗？当然不会，那么大人怎么可能掉下去？
很舒服吧？啊，我的被子。啊，被子。挺舒服的，羽绒的吧？棉花的。你这房间太不方便了，连个沙发都没有。你屋里有喝的吗？冰箱在餐厅，我帮你去拿，你在房里等我。哎，你去餐厅，我一个人怎么办啊？你这么大个人了，一个人待在房间不敢啊？敢，有什么不敢的？那你快点回来。好，我很快。那个人，我，你是我小舅妈吗？小舅妈？那就是了。那我不是奶。别喊，保密。乖啊。成交。OK。吓死我了！一个孩子，你不至于吧？怎么不至于？万一他大喊把你们家里人都叫来了，那该怎么办？喝的呢？哎，我忘拿了。我刚刚看他跑过来，我就跟着过来。我去拿。你不会反悔了吧？嘿，给我的。齐天大圣黄金机甲也要。没问题。下周三之前给我。好。那祝你们玩得愉快。